保罗讲到疼，讲到疼人，讲到彼此相疼。保罗就下一个结论，伊讲疼就是完全了律法。伫保罗看起来，律法主要的目的是上帝对这个罪的约束。在这个方面来讲，律法的特性是消极的，律法禁止罪恶，目的是要限制伊。律法的基本的形式是啥呢？就是用不可这两字来开始。咱来看第九节，咱就真清楚哈。伊讲唔通奸淫，唔通杀人，唔通偷窃，哦，唔通贪心。这等等，这表示律法的目的是反对罪，将罪加一个限度。各位来思想下，律法禁止罪恶，但是袂当阻止伊。如法讲袂使贪心，这个命令，咱来提一个例，但是结果啦，请问是毋是贪心就被消灭掉？相反，贪心这个罪以前是稳重，现在因为这个律法的命令，伊就显明出来，显明贪心是一个罪。律法的目的是要来约束伊。亲像一粒麦啊，伊有生命伫伊稳重的内底，但是当这个麦啊，藏伫土地，和水、太阳来照时，伊的生命就显明出来。律法啊，将困的这个罪，甲唤醒起来，伊现在就有机会来发展。罪是因为律法的关系，伫人内底。中大，恁敢袂当明白我讲的意思？假使还阁袂当明白，咱请你吼转吼读这个《罗马书》第七章第七十到十三节，才有骨卡详细解释。但是，当然会记咧记一项代志了，哦，恁就是讲改变律法是对罪，对这个罪很。限制，但是袂当阻止人犯罪。是那保罗讲听好律法完全呢？咱来看罗马书第四十章第四节，伊讲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，和凡信伊的人拢得着义，就是信耶稣基督，你能得着义，义就是上帝要称你做无罪。咱都有读过《罗马书》十三章第十节，咱有读过吼。伊讲罪是无加害予人，所以爱就是完成了律法。所以有了爱，遐唔通奸淫，唔通杀人，唔通偷窃，都等等等等，伫爱内底，伊就完成了，完全了。所以爱无加害别人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律法完成，律法的完全，不是因为完全律法，遵守律法，那是因为人活在基督内底，活在生活的疼内底，所以讲疼完成了律法。人们耶稣讲，所有的诫命，哪一条上重要？耶稣无够回答，讲打一个改变上重要。耶稣讲，讲律法的总纲就是听，所以一个人因为听，伊会当听上帝听人。当你听上帝听人，你就无必要底下思想，
讲要修哪一条戒命较重要，你就完全的如法。这个完听完全的如法吼，也阁真济理论的代志吼。但是我相信，我若阁继续讲这个理论吼，恁可各位可能就开始爱困吼。但是保罗讲都唔晓得。保罗开始拢讲理论了，就讲安那实践，所以刷来保罗就讲到，要安那实践，要安那做到彼此相听。保罗甲咱讲有三个条件，伊即节的地方，第一就是讲凡事唔当亏欠人，人的关系要和睦，要彼此相听，这点真重要。请问各位，亏欠人是毋是罪啊？有人甲看伊做一个小代志、小事，但是这实际上生活上，这件事会让会乎上帝受受羞辱，会让会乎人受亏损，会乎家己。予人看清，厌恶、反对，真侪基督徒伫其他的事，并无啥、无啥物唔对的代志。但是因为伊甲人做伙亏欠人，伊就因为安尼，予人讨厌，予人看到一点啊拢无记得。大多数的亏欠人，拢是因为贪心。自私，但是有人是粗心大意，但是这两种的结果拢是亏欠人，结果拢是无好的，所以这种人拢需要上帝教训。凡事唔通亏欠人，这是圣经所写。所以亏欠人最大的原因是尊心利己，所以你若伫问一项上。你若拢安尼尊心利己的事，你着不知不觉，你着伫一切事上，你着亏欠人，着占人的便宜，要侵占别人的利益。我来讲一个例吼，亚伯兰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还未改名以前，就是亚伯兰，伊甲伊的囡仔罗德的之间。因的牧人甲牧人发生争论，因为因的羊拢增加，上帝祝福的，但是因的羊若增加，土地无够，工人就互相排斥，就袂当做伙来饲羊。这个人。这两个人罗德是一个尊心利己的人，亚伯兰是一个愿意吃亏的人。咱来读这个《创世纪》十三章第八十到第九十哈，咱用古语来读哈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“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”偏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我向左，我向右，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罗德，你看他个这个，当亚伯兰讲了一时，罗德就是讲好，安尼我来吹，伊就吹上好的边缘，上肥的边缘。伊看伊就上好，伊拢要爱，近都市的所在，然后亚伯兰。是山顶石头变化的土地去饲，亚伯兰无抗拒，伊是长辈，罗德是家辈。照理讲，年老的人应该有优先权，但是罗德呢，尊心利己，要占人的便宜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亏欠人。罗德亏欠人，结果呢？
人知阿伯拉罕得到上帝祝福，罗德庄家住伫迄个罪恶之城，受罪恶的害的害。咱圣经有甲咱讲一句话吼，诗篇75篇第七节，咱来做一趟。唯有上帝断定，他使罪人降卑，或使凡人升高。咱来记一句话：你抢我夺，无什么路用。罗德亏欠人，迄个罪应该得着，也必然愿意吃亏，应承用人。中国有名的律师就是，牧师就是王明道，非常有名的牧师，伊是一个属灵的领袖。伊讲一句恰当的话，伊讲基督徒甲人来往交接，宁可家己吃亏，唔通互人吃亏，因为家己吃亏应要上帝，互人吃亏。羞辱上帝，家己吃亏，心中有平安；，互人吃亏呢，心中痛苦。家己吃亏呢，得到人的敬听；，互人吃亏呢，受人的讨厌。亏欠人有真侪种类，我提一寡种类，咱彼此来勉励。当看见别人有好的物啊，唔通开嘴向人爱，向人要共摕。家己不爱做的代志，唔通要叫别人去做，唔通借用迄个别人想想爱用的东西物啊，让人真困难，甲你讲无唔通。你若拜托人买物啊，爱先将迄个钱交予人，唔通随便讲别人的歹话，佫唔通将迄个歹话佫加一寡味素落，吼，唔通随便向人发怒，是气受气。特别是唔通比你较地位的、较低的人发生气。伫做伙食饭的时，唔通抢代钱，抢上好的物，留迄歹的给别人。那做伙出去食饭，唔通常常讲我未记你带钱来。这规矩人，这是吼，咱爱需要学习。这圣经写的吼，但是这规矩人这种病吼，有真济处方。我提两种处方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处方就是讲，我错了，过去我亏欠你，占了你的便宜，我拢为着家己。无想到别人，我错了。咱知影，浪子回头，伊亏欠因老爸。伊回来时，扶你老爸肩胛头，甲老爸讲：“我错了。”这三字看我，我伟大。伊甲因老爸之间的隔阂，完全拢无。伊得到因老爸赦免。第三点呢，因爸囝的疼，重新个建立。第四点上重要，因老爸迄所有的风声，拥有。各位兄弟，咱来想看，彼此三点，以前咱也唔通亏欠人。特别咱夫妻的生活是同款，是毋是有一个人亲像浪子同款？
拢定来要占另外人的便宜，啊，要来亏欠人，亏欠伊的配偶。那我安尼，咱来金的回，金的转头，爱倒来给咱的配偶，给咱的，咱的另外一半，讲我错了，我占你的便宜，我过去亏待你。我来讲，你来当试看。我相信，当你安尼相信，你安尼回转的时候，夫妻一定会当恢复起初的疼，因为起初的疼无亏欠人。第二个药方呢，就是将迄个专爱家己的心，变成爱别人亲像家己的心。你来安尼做，你对一切事情。自然你就袂亏欠人。当恁咱若做伙出去食饭时，你就爱讲：我今日有纸钱来，我要请恁食饭。你安尼时，你就袂亏欠人。听就是你有，你食这冰淇淋同款，你愿意你甲人欣赏一半。听也是亲像。一支雨伞，当咱拄只咱伫落大雨时，你会当甲别人做伙遮雨散步。虽然这原来的人较贤吼，这老伙仔较袂晓，但是咱原来爱学习吼。这是所来要讲一个故事吼。以前有一个身体无好的这老人，伊的丈夫死啊。但是剩伊一个人，所以只有搬去甲伊个囡仔、伊个新妇、甲伊个孙女做伙住。这老妇人伊个听，甲伊个目睭拢无真好。你暗时食饭个时，伊手会准，所以吼要舀汤、要舀菜，有时拢做袂好势。所以常常都，迄菜啥拢会倒到全倒啊！啊，即个伊个囝甲新妇看到安尼，常常看到讲安尼，规个倒啊安尼，因就真无欢喜。有一天，伊阁将一杯牛奶，阁啊拍倒，即时因讲啊有够啊！所以，因就将伫迄个放扫帚的位遐放一个洗衣刀啊，叫这个老夫人，叫因伊老母去家己一个刀遐食饭。老母呢，家己一个伫遐食饭，有时就流目屎。但是伫食饭的中间，有时伊嘛是还过伫迄个虽然洗衣刀，但是还过是流到涂骹拢全是。因就阁甲骂，但是有一天暗时啊，还要食饭以前，伊这个孙女伫摆迄个木块吼，木伫遐做物啊。因后壁老母就甲问讲：“啊，你伫做啥？”伊讲：“我要做一个洗衣桌啊，要摆到这个我那迄个较壁角的位。”伊讲：“等你一天若老的时候。”阿玲就来遐食饭，即时因的爸母面色大变，良心发现，亏待家己的母亲。过了无偌久，因就开始哭，因就请这个爸母，伊的老母，佫倒转甲因做伙食饭。伫刚起，这个老母无论安那蛋面卤面。因拢无在意，各位朋友，虽然这是一个故事哦，但是咱爱常常反省咱家己。当咱存心亏欠咱的父母，你家己做了模范，做了榜样，互你的子女来看，你就是教你的子女将来同款来亏欠你啊。教会也是同款。唔通故意亏欠兄弟姊妹，
特别唔通亏欠团队人，因为大部分的团队人，因比较经济上无甲咱一般人遐好，所以咱要会记你一句话：家己吃亏，应要上帝；互人吃亏，羞辱上帝。所以保罗讲，凡事唔通亏欠人，听就完全了律法。第二项呢，都爱常常家己感觉亏欠，意思是讲，你家己感觉伫疼心伤，你也未尽你的责任，应该对人来好，你无去对待。该帮助人，你无去帮助；该感恩回报，你也未回报。常常感觉家己伫疼心伤无够，这个是较好的代笔。代笔，伊实在是合上帝旨意啦。其中有一点，伊就是常常感觉家己亏欠，感觉应该感恩回报，伊无去回报。咱来看两则圣经哦，撒迦利亚下书第四章，甲第四章第四章做下来读吼。扫罗的儿子耶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耶拿单死亡的消息从那耶斯那传到的时候，他才五岁。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都瘸了。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耶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我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米非波设是一个可怜人，虽然伊生在王的家，但伊不幸的误会时，伊阿公扫罗王甲伊的老爸约拿单拢杀死，伊和伊的娘母该派着逃走，但是不幸不倒，结果伊的两脚拢断去。这个事后呢，大笔直直兴旺，十二支派扶伊做王，所罗的家境哪来哪歹，无人阁过问，阁关心保罗的所罗的代志。这个可怜的这米非波设呢，家庭衰败，家里阁败卡，无处他躲，实在是可怜。人敢袂当想着讲，经过这个苦，甘甜就来啊！米非波设被大笔王甲调去，是安那呢？是那个米非波设甲调去，王大笔要调伊去，因为大笔常常感觉家己亏欠，因为约拿单都是这个米非波设的老爸啊，伊。多次施恩予伊，伊无还袂该回报，伊已经伫战场战死啊。所以保罗若想讲要拿单的囝，米非波设，但是米非波设唔知影这项代志。伊当然会记哩啥？伊王妹个焦急，真惊吓。伊当然会记哩这项代志，就是扫罗的王。历代大笔，甚至迫害大笔，甚至要杀大笔，这个代志全国拢知，伊嘛知。伊讲一声啦，一声王要招我去，
是歹代志比好代志较侪。但是到了台币的面前，无想讲台币无单单无要加害伊，而且台币对伊讲，讲因为你的老爸用拉丹的王国赐恩给我，我要将你阿公的所罗一切的产地拢要给你，要归还给你，甚至于呢，你会当到当度吃饭。台币无闻所罗的恶行，来向免费保守来报复，反倒转，伊常常感觉亏欠，所以永远将迄保罗一切摊地拢给伊。这种心态，保罗叫做啥？家己常常以为亏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彼此三听，唔是用嘴讲出来。彼此三听，爱有行动。听了无行动是假，听只有行动才能完成。咱来学习保罗所讲，常常家己感觉亏欠。那安尼，咱的心中在产生一种力量，来对待遐应该咱来好好对待人。会当帮助遐有力量来，会当帮助遐咱应该帮助的人，该感恩回报，咱也袂回报的人。有一个阿嬷教导伊的孙女、孙子女，安那回报的代志，这有人讲捌听过，好紧。因阿嬷的名叫做 Helen， 真慷慨。遐个孙啊，那个 Christmas 拢送伊真好个物，真贵个物。但是无一个人吼，遐孙子女无一个人打电话还是写批来回报。虽然因老爸老母拢甲因督促讲恁在安尼做，但是拢无做。但是今年呢，伊写支票，互因个每一人100元，互因个孙子女。第二天，所有的孙子拢来到这个阿嬷，甲因多谢。伊就将这个代志讲予伊个好朋友听。伊好朋友讲：“啊，你啥遐搞？忽然间会当予你个孙子女改变？”伊讲吼，因为遐个支票顶边我拢无签我个名。各位朋友，咱都爱常常以为亏欠，有恩还未报。对夫妻生活、婚姻的美满，是有真大的帮助。我正要讲一个例，讲家己较简单啦哈。我对这个师母哈，也亏欠真济。我当然提几项代志来讲，伫我做生意的时，因为我伫做生意的时，其实我也搁伫上班。啊，我的负责人都爱带三个囡仔，无人甲帮衬。啊，暗时拢八九点才会转啊。因为我就上班了去做事业，伊拢每一届拢等我食饭。现在我即马才知影讲，啊，我这做事业，因为伫公司伫上班，所以伊阁是我的私人的秘书。即马看起在我的囡仔新妇因伫带囝辛苦，我是毋是亏欠伊？在我服侍教会的时期，除了伊爱教养家己以外，佫加我同齐来侍奉。真济工课是伊替我做，伊
将上丈夫的事用看作第一。所以上丈夫的无用，伊一定来帮衬。实在是，人啊，真侪人甲我多些代志，实在是伊做的。我实在是真亏欠伊，也是讲等啊退休了吼，啊再来甲伊回报，啊，唔知影讲伊拢未退休咧，即退休了佫换迄边个，不过无要紧，我有一个心志，就讲将来若佫有来生的时，我少年的时，不过娶某的时，我唯一就是我唯一的选择，感谢主吼。第三点，这也是保罗所讲，疼人爱亲像家己。每一个人拢知影疼家己，这是正常的心吗？有人唔知影疼家己，要糟蹋家己啊，这是无正常，这嘛唔是圣经的教示。一个人若唔知影要疼家己，要哪去疼别人？所以圣经甲咱讲。不是单单来疼家己尔，咱应该扩大咱的疼的范围，爱疼咱的家己的厝内人，咱的亲情，所以咱来疼教会中的兄弟姊妹，不较重要。咱教会要成长，咱就爱疼一些教会外面还未信主的人。什么叫做疼家疼人亲像家己？就是将对方看到。亲像你家己，你安尼是疼，别人都真自然啊。你若疼对方亲像家己，你就会欣赏对方，你就成全对方，你就为因的需要来设想。中国内地会吼，戴德森，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。伊伫中国超过五十年，吼！伊要来选择遐宣教师去到中国，伊需要真侪宣教师到中国去宣教，所以就爱伫应征的内底，伊爱选人。伫应征的人，伊就问一挂实际问题，目的是要让因会当真正为主来服侍，特别是要到中国迄个所在。去做宣教师，伊就拢问遮啦，问遮要来应征的这个宣教师讲，恁如何准备恁的心，要到国外去做宣教师？有人就回答，讲我要将，要遵行耶稣的大使命，要将福音传遍国外，和所有人拢得到福音。真水吼！有人就回答：“我要将福音传予遐还未听过耶稣的人，因为每一天拢有一百万的人无听过福音，已经死啊！”那动机真水。有人讲：“为主征战是我一种荣耀。”戴德生，伊真注意听。每一人来应征，人要做宣教师，伊真注意听。最后呢，戴德生讲：“恁的动机拢真好，但是我无感觉，单单这个动机有够。当你伫宣教场，受人亏待，人亏待你，你受逼迫，你受困难，你受辱骂。”甚至你的见证，成出别人要甲你攻击、杀害的证据，这些动机伊讲无够。戴德生继续讲，唯一的动机，何当你会当坚持落？伫这个双教教条坚持落、生活落，伊讲只有就是。古林多奥斯第五章十四节去十五节，咱讲，原来基督的疼激励咱，
好咱，因为伊有一个人替众人，众人死，众人死，都拢死。即句话甲咱讲啥？基督的疼，咱啊常常因为基督的疼，咱亏欠伊，咱才有迄个动力坚持。基督的疼啥？其实只有基督这个疼，咱才会当真就尽心尽心尽力疼咱的主，才会当疼人亲像家己。这种疼，你别亏欠人。这种疼，你常常感觉家己亏欠。这种疼，你会疼人亲像家己。那么，今仔日最后就是我要讲，就是讲遵行遵行律法，只是停在你唔通做的事上尔。你律法在那讲唔通做，唔通做。但是基督的听，做伫迄无可爱的人身上，爱完全了律法。最后。用圣弗兰西斯的祈祷，其实这个祈祷就跟人讲，讲唔是，唔好受恨，唔好创伤，唔好怀疑，唔好灰心，唔好黑暗，唔好悲哀，唔是单单安尼尔。更加重要是啥？咱做来读些，咱知影，这个代志都是听，都是完全了如法。咱做来读吼。爱就是那里有仇恨，让我在那儿播种仁慈；那里有创伤，让我在那儿播种饶恕；那里有怀疑，让我在那儿播种信任；那里有灰心，让我在那儿播种希望；那里有黑暗，让我在那儿播种光明；那里有悲哀，让我在那儿播种喜乐。哦，圣父啊，就是他的祷告啊，是我恩典，使我宁可选求安慰人，而不是配安慰；了解人，而不是配了解；爱，而不是配爱。因为当我给予的时候，我就获得；当我饶恕的时候，我就蒙饶恕。当我向自己死的时候，我就向神活。这不是波罗讲吗？爱完成了律法，这个基督让我们明白爱完成了律法。彼此相听，人人和睦。波罗跟我们讲三种方法，这是实际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不能亏欠人；第二个方法，要自己常常感觉亏欠；第三，爱疼人亲像家己。咱若会当真正安尼做的事，人甲人一定会和睦，彼此三点才会当建立。咱的家庭会当得到温暖、喜乐，彼此三点才会当得到。教会也要经传，要兴旺，是因为咱彼此三点。因为咱彼此三点是人在人脉，这是基督的教会。咱做回来基督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主你帮助我，凡事唔通亏欠人。求主帮助咱，常常家己感觉亏欠。求主帮助咱，疼人亲像家己，好咱会当彼此三点。好咱的厝爱当彼此三点。好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彼此相听，咱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